嗱，龍年嘅朋友，今年咧事方面咧就任重道遠喎，咁容易掌到呢個實權嘅。咁而響嗰個財運方面咧，就會容易有損失，咁小心你自己嘅投資啦。咁啊，愛情方面咧，容易招到呢個伴侶嘅埋怨啦。咁健康方面咧，又要留意自己失足啊，容易跌倒啊，咁嘅現象。